那时候你，我感觉你的条件好好哦。但现在还好吗？现在更大更壮。看到月老的介绍，就想起了我跟我儿子的那些年，赤裸裸的。好像没有穿衣服现在。那时候你，我感觉你的条件好好哦。但现在还好吗？现在更大更壮。有一些些让妈妈我给你一些捷径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些些，就是。你说配包吗？配包。不行不行，因为金马主席金马评审是非常非常公正，不可能会有捷径跟配包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入围想得奖，就来演我儿子啊！你看这一位。那一些年他演了我儿子之后他就得奖了，是谢谢，这个最佳新演员，还有卢广仲花甲演我儿子，他拿到了金曲还有金钟，陈浩森在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虽然他只入围了新演员，但是他跟卢广仲却一起拿到了最佳电影的歌曲，你说我这个妈妈安娘喂，有人哦，我就是金马妈妈啊，讲对不对？哎呦，对不对？救命啊！但是今年所有的人都没有演过你小孩。哎呀，哎呦，怎样哟？安娘喂，哎，邻居大哥，演我儿子会不会太勉强了？不过未来的新人们，你们可以就是跟导演拜托一下，或者有一点建议说，你们未来想要找的妈妈就是王彩华来演你的妈妈，你就有可能入围金马哦。